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再次相会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又到了给我们来讲这个太极拳的这个时间了。是我们这个太极拳的这个大家，师承上来讲呢，得到了这个王福王老师，张子辰张老师，白仁勇白老师，还有这个魏德清魏老师的这个直接的真传内家功夫，是这个太极宗师吴图南，还有师明啊，这个再传弟子啊，本身修为精湛。这个我们在前面十几期的这个讲座当中这种用法给我们大家做了非常这个精彩的这种解释和演示，让我们大家对太极拳的这个内功的心法有了这个全新的认知。后面这几讲呢，我们主要是讲太极拳的一些个俗话讲这个我们这个玩的一些东西啊，推手啊揉手啊等等的这个十字中心重锤什么的啊，所以这个的话呢是我们日常的这个一些个锻炼当中大家相互彼此之间验证的一些个方式和方法。今天的课程呢是叫十字中心与重锤。好，那下面有请孙老师给我们做今天精彩的解释，谢谢。谢谢赵老师，谢谢我们线上的朋友们，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呢还能够在这个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这样一个平台上跟大家来共同学习太极拳。我们太极拳讲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包括它的站桩、它的八门阵法啊，它的套路当然讲的还没怎么讲啊。其实太极拳我们的老谱啊，里面有句非常重要的话，叫“欲于思道有所成者”，就是。如果你要想在太极拳这条道上有所成就，必立五层功夫，就必须经过呢五种锻炼，就是五个方面的锻炼。第一曰站桩，第一就是站桩；二曰练劲；第二就是八门劲法的单操。三月走架，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打拳嘛，盘架。四月推手，五月散手，这五块。那么实际上我们练习太极的时候，站桩的目的是对我们个人的反省，是对我们个人生命状况的一种自觉。通过反观内照，通过观察自己，发现我们本来具备的先天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被我们后天的习气所遮染，所以不能够发挥出来。我们用惯了着力，导致这个着力遮蔽了我们先天的内劲儿，而我们也用惯了我们的口鼻之息，导致我们先天的元气不能显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外界的各种现象、身上的各种感觉、心里的各种思维所障蔽，不能发现他们的背后之本体。所以呢，我们在后天当中遗失了我们先天本具的非常多非常多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遗失实际上是我们对外缘或者说对外在的现象疲于奔命的一种追求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要通过站桩
静下来，把外缘断掉，把对外攀缘的心收回来，反过头来看自己，发现自己原来，哦，我还有内劲儿，我还有内气，我还有身，我还有意。这就是我们站桩的目的。我们站桩就是静下来看看自己本来的样子。那么打拳呢，或者我们说所谓的练劲儿，就是把每一个我们的比较突出的作用拿出来进行单独的练习。也就是我们对内劲儿遗失的太久了，用后天的力量这个习气太长了，那么我们要对峙之。虽然我们通过站桩我们知道，哦，我们应该发现内劲，乃至我们应该运用内劲，但是我们在真正的生活或者运动过程当中不自主的有了运用后天着力的习气，所以我们要花功夫对峙它。这个时候就单独的我们所谓的十三单操，十三单操八门五步十三式啊，进行呢专门的练习，专门的对峙，把使用后天习气的习惯改变成使用先天内劲的习惯。这个过程当中就等于说，哎，我们在恢复自己本具之德能。那盘架子呢，就是在一个套路当中啊，把这八门五步十三式给它编排起来，成一个比较复杂的运动，具备一定攻防效果的运动。哎，在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运动当中，我们依然能够保持我们的先天自然之内因为作用之驱动，那么这就是我们太极拳的拳架子的意义。也就是我们每一动没有任何一丝毫的妄动，妄动是什么呢，就是用我们后天的习气，就叫妄动。而我们的每一动实际上是用我们先天的内在的本具的内在的动力推动的。这个动力分成两方面，一个是阴，一个是阳，我们把阳称之为内劲儿，把阴称之为内气，两者互相盘旋，互相推动，阴阳相辅相成，促进了我们先天的运动，这就是所谓的太极拳。而这三大步实际上都是什么呢，都是自知之明。也就是我们在静态，我们在动态了解我们自身，并且不遗忘我们的自身，并且能够应用先天的状态驱动我们的自身，这是自知之明啊。但是我们人类啊，活在这个社会上，不光是自己，还有别人，还有他人，我们如何面对他人给我们带来的矛盾，我们如何面对他人对我们进行的感应，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推手。推手实际上是由自知之明而发展到知人之能，所谓人不知我，我独知人。知人知的是什么？知的是他的内劲怎么走，他的内气怎么走，他的神是怎么回事，他的意是怎么回事。人归纳起来无非就是四样，神意气境。我们把这四样搞明白了，实际上这个人也就是有神意气境推动的一个肉壳子骨头架运动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又见到了运动的现象，又了解了它运动背后的能量趋势，又乃至它的信息指导。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推手当中进行一些什么呢，好多小游戏啊，比如针对它的骨头架子的，针对它的皮肉的，针对它的内劲内气这种动力的，乃至针对它的神意的这种信息指导的，我们都可以专门的进行破坏，以验证它的运动确实跟这几个方面有关。也就是我们对它身体进行一个破坏，导致它的运动不能继续。这样的话呢，哎，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它这个运动有身体的关系，乃至于它的动力就是劲儿和气
进行干扰，哎，也能干扰他的运动，乃至于他的神意，也就是信息指导进行干扰，也可以实现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太极拳为什么那么多手呢？有那么多小方法呢？它是针对我们不同部位进行的一种验证，也就是别人在对我的身形、对我的内劲、对我的信息系统进行破坏的时候，我分别应该如何对待之，如何在这个先天本能的状态下对待之，而不是受其影响，心中恐惧又恢复到后天的状态。所以推手的意义格外的重大，因为它是一种验证，也是太极走向实用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所以我们不能忽视推手啊，推手是我们通过自身实证了若干的道理，若干的觉悟，到底管不管用，到底是真是假，到底是实是虚，哎，一摸就知道了。在自己身上练，在别人身上找。比如说我们今天将要讲跟大家介绍的十字中心和重锤，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比拟，这是针对我们身形和骨架进行归纳总结的一种方式方法。我们的身形，我们的身形啊，人的这个身形，他通过手这一横和脊柱这一竖，基本上找在哪呢？在膻中和夹脊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中心。中心，中心是几何的对称点，基本上它不包括腿啊，就基本上是几何的对称点啊。这一是一竖，这是一横，大概就在膻中，就是我这个往下一点，就大概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这里头对应的背后的夹脊的中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中丹田，这是我们的中心啊，也是我们的中。所以我们知道破坏一个人的平衡，破坏他的中，他的效率是最高的，让他自我产生不平衡，导致其自我之间进行纠葛，所谓借力打力。哎，这就是我们在认识人的中很重要，一搭手就要找到别人的中，并且加以破坏。哎，如果我们破坏有效，说明我们找到的中正确；如果我们破坏无效，说明我们的找到的中还是需要探讨。那么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别人也在控制自己的中，他的中跑了。还有一种可能，别人也在看住自己的钟，他的钟死守在这里弄不动。一个是空空无物他跑了，一个是什么坚若磐石他看着呢。而太极拳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攻其所不备，这是太极拳重要的思想，也就是你不要的我才要，你不守的我才打，如果你守我就不打了，我就不要你了。所以你守着中的时候，你守着中的时候，它背后就有个不中，那我就要这个不中。你不守中的时候，它就有个中，这个是大家在练习当中慢慢慢慢就可以找到啊。而我们的重锤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重心，就是人的重心，地球对我们引力产生的一个平衡点，这叫重心。重心是对我们整个骨架的破坏，所以我们刚才讲中心和重心就是我们练习太极拳对人的最初的最表层的一种认识。也就是这个人首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呢？骨头上面蒙层皮，或者上面骨头上面挂点肉，肉上面蒙层皮，这么一个玩意儿。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这么一个玩意儿蹲在这，它要站在这，它要保持这个平衡，它就有中心和重心。中心就是它自我平衡的一个点，重心就是它跟地球进行平衡的一个点，它平衡地球引力的一个点。所以中心打的是人，重心打的借的是地，
我们讲叫什么？借地不借天，终究意有限，是吧？借人不借地，终究意不全。所以我们如果控制他的中心，只是对什么呢？只是对他的人，人这个因素，天地人三个方面吗？对他人这个因素进行一个控制，也就是我借他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能控制他的重锤，也就是能够控制他的重心，实际上我们就能够什么，就能够借他的地啊，因为这重心它是跟地球平衡的啊。但是我们不光要借他的地，还要借他的天。天什么？就是他的思想，这是比较高的。到太极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打人的思想啊，这是天，我们所谓的天盘啊。但是在这里面还没有介绍到，后面会有介绍啊，这是刚刚入门，我们刚刚跟人摸熟，我们身形上学会了借这个所谓的接点不接面呐、啊。接点不接面是什么呢？是立于不败之地而待敌之可败也。这是孙子兵法上讲的。首先我们一个人一搭手的时候，哎，一找点，接点不接面啊，敌人对我进行压迫的时候，他使不上劲儿。我这个点呢，不光它是一个点，而且它能走。他能在敌人身上游走，并且还能落到空处，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对方在我身上很难找到支点。如果我们把上一讲的接点不接面练好的话，那么这一讲我们在接点不接面的基础上，大家知道哦，这个技法是在接点不接面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步提高，也就是我在保持立于不败之地的时候，要观察对方对自己的中心和重心是否控制，也就是他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意的看着自己的中心和有意的关照着自己的中心。如果他是，那么不好借；如果他不是，好办了，是吧？在这里面，我们就是假设啊，对方并不观察自己的中心和重心，并不觉察到自己的中心和重心，而自己的中心和重心靠什么来调节呢？靠自己的肌肉和四肢来进行调节。所以这个时候他并不能主动的调整自己的中心和重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面有个20分钟的小片介绍的技法将会产生非常漂亮的作用。但是如果对方能够主动的发掘自己的中心，并且控制自己的重心，那么这个技法基本上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个游戏，它是个玩呢？哎，说白了，人人如果经过一点一学习，他能够控制发现自己的中心和重心的时候，这个技法就没有用了。但是我们多数人，有一些人因为我们太关注于向外，太过于在外向上奔驰，对自身的觉知和了察并不是非常的充分，对自己的中心和重心可以说是茫然不知，这个时候效果就非常好，这也是一种检验和督促。当然啦，有时候呢，我们在玩的时候，互相畏首的时候，比如说师兄弟之间已经对中心和重心有了充分的掌握，但是我察觉到比如说我的中心被打了，这个时候呢，我故意不守，为什么？这就叫畏守，是吧？我故意不守，他确实打着我了，我就把自己装成一个什么呢？装成一个一般人，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畏守。但是要真比的话，我可未必会给他啊。所以说，就这样，就得让他一招，也不能说让，就是故意的，把这个东西露出来让他打，就等于师兄弟之间的互相的畏守的一种练习。所以不要当真啊，大家不要当真，但是他也不假。啊，所以我们把它当成一种游戏。你看，你就像那个什么下棋似的，我把你赢了，对吧？或者你把我赢了，那代表什么呢？你不能说你赢了我就活不了了，对不对？或者我赢了你就活不了，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确实，你赢了就是你赢了，我赢了就是我赢了，那不一样，它是在一个规则之下的。所以呢，我们这后面几讲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小的玩法，不断的去把太极的一些核心的理念
就是应用的这些理念呢，让大家在一些游戏过程当中呢，对它进行一个掌握和了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什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你会通过各个面去寻找和发现，对，在首先是圆满自己的缺陷，圆满自己的缺陷，等到自己的缺陷圆满了，立于不败之地了，再去感应对方的缺陷，然后呢一击而出，哎，而不是所谓的是吧拼命啊或者说什么啊，这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啊等等这样的事情呢，当然了也不能说错，但是在太极的思维角度下，肯定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也就是孙子兵法所谓叫什么善战者以断击卵啊，善战者如以断击卵，什么断什么呀，断就是那个磨刀石，鸡卵卵就是鸡蛋，哎，我要像磨刀石一样，敌人要像鸡蛋一样，所以善战者如以断鸡卵，无智名无险胜啊，那种险胜都不是善战者了，哎呀我这是什么八千破十万，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置于很危险的境地了啊。在太极来说不用，太极用各种的圆转让对方使不上力，还把自己的力集中起来打对方最虚弱的一点，实际太极的很多的技法它都是对兵法的实践，跟我们上一讲一样，它其实是兵法的落实，而我们在身形的运转过程当中把这个东西练到身上形成肌肉记忆，你要真遇到一些事情的话，那就随随便便的就不用思考，叫不思而得，不勉而终，随机而应，哎，当下就把这个妙的东西就展现出来了。好的，我们那个闲话少叙啊，请我们主持人来播放我们这一段小视频，然后呢大家回头有什么问题后面再问。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孙海顺。大家好，我是孙海顺。今天呢我们重点跟大家讲第一个经法是什么呢，是重锤。还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这个围履下处啊，站桩的时候围履下处对围履的掌握。还记得吧，记得。哎，这个围履下垂垂到哪儿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人想飘起来，就是说要轻就垂在两个膝盖之间，如果想沉就垂在什么呢，两个脚之间，而且要入木三分，就入地三分，像犁似的都可以。那垂的那个就比较松沉，那个呢是比较的稳重啊，一个是轻灵一个是松沉。所以说比如说张老师来推我的时候，我画他的事，你看怎么画的，怎么画的，这手肯定是被他推的，手被他推的。他的重锤跟我的重锤，用我的重锤你看一接，你看看了，一撅尾巴骨勾他的这个重锤，然后一拉，拉上去，这是一接，什么活没做啊，就一个重锤。所以我的重锤比如说他推上我了，他推上我了，我想画劲儿，你看我的重锤，你看他再推，你看我的重锤，你看，这是我动我的重锤，这是我动我的重锤。他比如说这么推，比如说他这么平推的时候，平推的时候怎么办呢，我的重锤往这儿走，你看看没，我这是做重锤指示啊，他平推我的重锤就往这儿走。他如果往上推呢，我的重锤就这样走啊，重锤就让这样走，这样走啊。他往下推呢，我重锤就这样走啊，往这边推呢，往这样，这重锤就这样走，而这样它要正推是这样的啊，这重锤这个地方重锤来化对方劲儿，就用重锤化对方劲儿，大家能不能理解，哈哈哈，就是说或者说你不用重锤用尾巴骨也行啊，要搭上了
像这我们揉手搭上了吗？再推，哎哎，推你尾巴骨呢？我尾巴骨怎么走的啊？还是这样推吧，我指示一下。嗯，尾巴骨在这儿啊，这尾巴骨假设啊，可以推看，这尾巴骨是活的。嗯，看我尾巴这手，嗯，哎，这往下就是往下松，往下松，哎，到这儿，哎，这就是这尾巴骨。这样的人就是活的，对方这就是比较轻灵，比较轻灵。如果重锤落到地上，你看这尾巴骨这，嗯嗯嗯，这尾巴骨落到地上了，嗯、落到地上了，嗯，然后什么离地，咔，哎，这就是说，这就是整劲儿啊，比较硬的劲儿，对吧？再过来的时候一吃，啊，这个劲儿就比较大。我们一般玩啊，太极有两个派，不应该说两大块，两种风格吧。一种风格是清灵，一种风格是什么呢？是宗臣。本门呢，主清灵为主。就是说，你看我们打拳老是冒，你看着，或者站桩的时候老是人往上冒，为什么呢？正常人的重心啊，都在这两脚之间。我们听好，我们通过练尾巴骨一转，把重心一提，放哪？放夹击，跟十字中心合上，重心在这儿，跟十字中心合上，飘起来，啊，所以你再推我的时候，嗯，底是空的，你上啊，嗯，底是空的，在这儿。第二步啊，第二步，把十字中心通过手放出去。没有，哎，十字中心在那儿，哎，挪到这儿，哎，嗯，你看，我的重心都不，我重心和中心都走掉了，回来。你看，再推我，嗯，整的，嗯，整的，哎，能走点这儿？你看，嗯，推成脚了，要回来，回来，你看，嗯，推上了吧？是不是实的？对。所以第一步一定要把重心合在中心上，一旋，你看，往夹脊一背。往夹脊背呢，这在我们老拳是叫，叫背背锅，叫背如背锅。它叫什么呢？它不上去啊。你看啊，他们老拳师啊，向侧面，重心上来到这儿，把它鼓出去，重心在这儿。一般的老拳师的重心和重心都搁在这儿。它方便于发人，你看和人，它方便于发人。咱们呢，为了化人，它放在背别人的背后，你看，哎，啊，过来人，因为咱们以化为主嘛，在那儿呢，以化为主，以发为主就放在背后。所以好多你看最后练的那些老拳师练成这样，背啊，都成这样，没有错，没有错，啊，有些人他为了上手，一碰手就是，啊，一碰手就是，你们都可以试啊，他背后，十字中心，跟重心，这个重锤正好塞在这个重心里头，当那个，当转子。然后呢，鼓出去，大概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不能远，也不能近，近别人近一下透过来了，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啊，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就是老师傅他们经常，他手也可以撑两，上来，嗯嗯嗯，哎，对吧？他也可以撑两，哎，你看，嗯嗯，使劲变。哎哎，
对吧？他来回的找一个平衡，啪一下就出去了。这就是十字重心和重锤啊，这也是杨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十字中心，重锤啊，在杨家来说有个秘诀，杨家来说有个秘诀，对吧？叫什么呢？刚才就是我说的静元上手，这个东西到手上，但是在这个手，这手就实的，这就是虚的啊，你还换到这个手，这个手实的，这个手就是虚的，所以静元可以在手上走，就是这个重心可以带着中心走。比如说我们俩推着呢，比如说推着呢，这样由这个手到这个手，由这个手到这个手，你推我，哎，由这个手到这个手，由这个手到这个手，由这个手到这个手，他为什么呢？他这个手劲儿来了，你看，你看，你看，正好，看到没？这个重心走，你看到这儿，在这儿呢，他这地方一使劲，这地方一没了，到这儿了；他这地方使劲，这地方又没了，到这儿了；这地方一没了，到背后了，到他背后了，这就是发劲儿，叫发人如弹斗。发人如弹丸，就是这么发的啊，大家要会，这是杨家比较重要的东西。怎么能把人发走？人家坐在这样，那就是这个手上的玩意儿，手上玩意儿，那最好的东西是出去，对吧？人使劲，人在外头的东西，因为他摸着摸不着，这是假的，这是给他的。这我从来一点劲没使，我要想这个地方使劲儿，这个地方要推它，我还真推不动它，你知道吗？这地方是假的，那个地方要推的，你看那个地方要推它，这个地方要勾它，这个地方要打它，不是这个地方要打它，这个地方要打它，这个地方打它打不动，那个地方要打它，那个地方是中心啊，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通过无极桩站出什么呀？站出自己的扣。扣什么？扣就是一个环，对不对？一个环吧。再有一个球，这是不是十字中心就出来了？对不对？非常简单，你看，比如说他摸我这儿啊，摸我这儿，那么我的球啊，他是不是跟我这个手是不是正好？如果说那个尖圈的话，他是不是尖圈？我是不是尖圈？我们俩共同这个一合，你看这一张一通，就造成这么个八字了吧？是不是一个八字？像不像个太极？就是一放，能理解吧？他球皮是不是在这儿？我球皮是不是在这儿？他近缘是不是在这儿？他这个尖圈和我球皮是不是正好形成一个十字？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个十字？对吧？一个十字，俩十字，前十字找后十字，啊，后十字找前十字，当当，这就是什么阴阳说变，这是阴，这是阳，夹，俩手，善中，讲善中夹击，夹击善中，善中夹击，这就简单了。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王培生王老爷子那边无视，是不是一样？其实这个十字中心找那个十字中心，你看他推我的时候，这个找这个，你看这个找那个，你看出去了，和善中夹击，你看夹击善中，善中夹击，它不是差不多吗？对吧？手背手心，手心手背，手背贴他的善中，手心贴他的夹击，你看手背贴他的善中，手心贴他的夹击，然后什么呀？再用手背找他的夹击。手心手背手背手心，这都王老爷子当时教的东西啊，其实跟杨家讲的十字中心和重锤是一回事，是一回事啊。他其实打的都是什么？任督二脉，
任督二脉。所以我们在跟人摸手玩的时候，你就可以练习搭上。首先大家跟着我一块玩啊，接点不接面。哎，这点做好呢，接个点，先让他随便推，先练一会儿啊，揉手怎么玩啊，随便推，找个人啊，找个搭子啊，随便推啊。接点不接面，你要会活啊，不要光躲。你看他这么一推，你看我就找个点，你推吧，随便推，随便你使出你所有的招来。你立于不败之地的时候开始啊，提重锤，重锤提起来了，到夹击，刷出去到背后，然后这个手投影在这个手上，这虚实分清了啊，在这个手上，这个手不是说有个十字了吗？在哪儿呢？在劳宫，劳宫去找他的善终。哎，我这手随便推，哎，找善终，这一拧，你看，就拧他的十字中心，你看，一抓，你看，这都是玩了啊，就是咱们推着玩，接点不接面，出走上手，哎，这叫进圆上手啊，哎，抓拿打臂的抓，哎。是抓拿打臂的抓，听明白了吗？接点不接面，你看，这是随便的啊，这是随便的。我但凡接面了，你看，这使劲，来，知道劲了吧？对吧？但是我就稍微这么一走，你看，你看这就不好弄，你随便，哎，你看，随便，哎，往我中心找，对，往我中心找。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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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重心提，重锤啊，放到中心，十字中心，这种呜鼓到球皮上去，不是练就不练，用球皮吗？鼓到背后球皮上去，这个球皮要投影啊，这个投影什么意思？就顺着过来，进圆上手，进圆上手摸他的背后，啪进来，你看，啪出去，你看。这就是慢慢做，慢慢做，是啊，动手之前已经完事了，因为，已经在这儿呢，这手怎么出去？他就出去了，跟这个手，你看，这怎么出不去？怎么就出不去？跟这个，这怎么就能出去？不一样，大家得思考。对吧？我们形儿刚开始讲的顺着对方形，可这时候我拿着他的重心了，我就可以不顺你的形了，这就是霸道。当然也可以王道，顺着你的拿着的形啪空掉，对不对？这就是王道，你再使劲啪空掉，你再使劲啪空掉，你再使劲啪空掉，再啪空掉，对不对？我不让你使劲。这是王道，拿着中心有两种办法，一种打出去，一种空掉。我比较喜欢空掉，是吧？哎，说哎，这一个点空，它没有方向，所以讲正法来了。上一讲我们讲的正法，大家只是简单的讲了一下。正法是什么呢？要有势。太极十三式啊，比如说我要让它向左，必复制向右之意。打手，右边，啪一枚到左边。这是个高压，这是个低压，啪一枚，它必然这个势是往这走的，所以你要让它动，你就得两个点。你看是这个点到这个点，刚才我做了一个，这个点到这个点做了一个，这就是太极十三式。咱们打拳的时候，比如起势，背后有个点，把没了，前面点在背后点一没，就什么此消彼长，
此灭必生，背后这点一灭，前面点就得生，它就起来了。前面点一灭，比如说往这打，这个点就得生，这个点一灭，这个点就得生，这叫什么？务实有断续处。这个断续就是点不能，这个没了，那个还没生，这就断了。这个一没，啪，你看那个点就得有，啪，你看这个点就得，它老有一个点在，叫务实有断续处，务实有凹凸处。那比如说他来打我，你看啪没了，你再打呀，就打进来了。为什么打进来？我就一个点断了，这就叫断。所以太极拳讲相连不断，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你推你哦站着哦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相连不断，这怎么不可以断呢？完全可以断呀，对吧？那个不能断，你看那个东西啪，你看看，你再上啪，你看，你看，你看。我还有个点的啊，你看这个点不能断，所以讲呢相连不断是意识不能断，永远有一个点在，嗯，你看，嗯，在这儿呢，嗯，在这儿呢，嗯，在这儿呢，嗯，在那儿呢，在那儿呢，上，嗯，在这儿呢，就永远有个点在。我们打拳手也有一个点在，你看背后没了，这边哎到这边，哎到这边，哎到这，这就画线嘛，这就画线嘛，对吧？有这一点叫起点，叫什么？落点，也叫发点和落点。发落点对即成功。这点从哪来的？重心跟中心合出来的。假设不是，我就光想意念啊，光用意念管用吗？嗯嗯嗯嗯，一定要这个人，嗯，你看我就点在那儿了，嗯，就这个效果。我点没动，我硬接，这是霸道。嗯，哎，这是王道，你看。是没了又有了，这是王道。王道是有无之间的转换，霸道是有大有为，对吧？为什么我大？我比你大，我功力远，我这么大一片，你就聚集在你的身上啊！这就是太极拳的第二个要点啊，重心加中心变成点，记住啊。点到为止，所以太极讲什么？一接点中求，很重要啊！太极这个点线面三玩意儿，实际上就整个太极拳积极体系的全部。点线，你看，发劲的时候啪面，不就这玩意儿吗？点线面。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孙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讲解，然后又放一个这个实际我们这个训练当中的一个视频，那视频当中的清晰的展示，现在又进入到这个精彩的提问环节哈。我们这个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线上的平台朋友们有任何这个关于我们太极拳练习当中的问题快以抓紧这个宝贵的时间向孙老师来请教有问题的话，我们在平台上马上可以向孙老师来提问了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这边呢有朋友给我发过来一个问题哈，他首先呢想问一下孙老师您刚才讲了呢这个中心是在哪个位置上那么这个重心这个重锤在我们身体的哪个位置上我们怎么找到它重锤它是变化的，就是我们的中心啊基本上一般很难移动，但是我们的重心它都会稳动。你比如说我们稍微的坐正一点，往上提一点，它的重心就会往上，你往下蹲一点呢，它的重心就会往下降。不太一样，你包括走起来的话，你重心它也是晃悠的。所以说这个重心的具体位置
它是动的，啊，你不可能说就指的死的就哪一家，就重心不可能，做不到。但是我们自己的重心，我们可以通过站桩的时候发现，其实在哪，就在尾闾，就在那尾巴骨尖上。所以尾巴骨就是我们重心基本的所在，我们尾巴骨能够延长，能够往外移走，其实我们重心就可以走。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说从某种角度讲的话，太极拳尾巴骨和喉头这两个是特别重要的地方。啊，这个尾巴骨能够松开，真正把尾巴骨松开垂下，这就是我们太极拳所谓的放松。松下最后松的松到根上就是尾巴骨，当然尾巴骨都松了，你的腰啊胯肯定也松了，是吧？对，那怎么松尾巴骨呢？松胯。那怎么松胯呢？松腰。怎么松腰呢？松肩，太夹脊啊。所以说他一步一步来啊，先练肩圈，把松肩夹脊打开，再练腰圈，把腰椎打开，再练胯圈，把什么呢？把这个胯和尾巴骨打开啊，胯圈这三圈练出来了，这尾巴骨慢慢慢慢的练习就可以把尾巴骨打开。尾巴骨打开之后，你就会有一种对重心的控制感，这个尾巴就可以往下垂。比如说触地啊，触地，这就叫生根。我们尾巴骨触地就叫生根。打拳，尤其是太极拳的生根，并不是两个脚死死的追在地上。啊，太极拳是不主张的，是吧？两个脚像木头一样埋在地上，特别死，在太极拳来说，在本门来说吧，这个不正确。而是什么呢？而是把尾巴骨杵在地上，这叫生根。两脚呢，虚虚的搁在地上，啊，乃至于稍稍的有些飘起都是可以的。所以两脚如猫行啊，你看那个脚跟猫似的，猫走路是多么多么的轻啊，一点力气不使，但是它靠什么支撑呢？靠尾巴骨支撑。所以我们打拳如坐凳，坐在哪就坐在尾巴上，这尾巴骨支着地，我们整个脊柱的重力全部支在这个尾巴骨，然后传导到地面上，这样我们整个人就可以放松下来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的重心往地心上合，重心入地，这个时候人是最稳的。像我们躺倒的时候，一般为什么我们推有一些技法它不用伸形，然后有些我们说演示一些技法玩，我们有时候跟大家试验尾巴骨玩的时候，就玩着手这一搭，让对方来推啊，就正面迎敌，对方有时候推你感觉跟座山似的推不动，他的秘密在哪呢？就是尾巴骨下垂，然后杵到地上。就把我们别人对我们作用的外力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好像我是一把椅子，把它的力通过我的尾巴骨传到了地面上，就等于他坐在椅子上，然后要把这个椅子端起来，对吧？你坐在椅子上要把椅子端起来，这个作用力不是外力，是内力的，所以就把它的外力变成内力，这也就是我们太极的一个术语叫合。与之相合则不动如山啊，它的道理在这，其实是非常有科学道理的。一个物理的简单的这个作用力都可以大家都可以试，你坐在椅子上你不可能把自己搬起来，对吧？那么我们跟太极接手一搭手，就把你的力通过我的脊柱到尾闾到传到地面上，那你怎么推得动呢？所以觉得好像这就是所谓千斤坠的秘密之所在啊。当然呢，你这个脊柱的传导的系数很重要，比如说你脊柱传导的系数非常大，别人的所有的力量你在一瞬间都可以传导掉，那真的是不动如山。但是如果你的传导系数比较小，功力小，也就是我们这么说，他给的小力的时候哎管用，推你跟座山，他真拼命的时候，你他来了来的力你不能及时的给化到地上啊，你只能化解一半乃至三分之一，那么你还是会被推走。虽然会被推走，对方会觉得你特别沉，玩一会儿他就受不了，对吧？你只要一个骨一触地，两个人往身上一搁，哎，他推一会儿，这气喘吁吁，你啥事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不动吗？是吧？你完全让他推啊，啊，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啊。谢谢孙老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解释哈。现在有一个朋友在问哈，
孙老师，请问多久能够找到腰的两极呢？怎么处理肩膀和髋骨的不适和打不开的感觉？那个肩开肩有专门的练法，开胯有专门的练法，它有相对应的功法。因为我们站桩的时候，站到一定份上练肩圈，实际上就是在开肩。我们肩圈练得越好，肩开得越好。腰圈开得越好，腰圈练得越好，腰就练得越好，胯圈练得越好，胯就开得越好。它有专门的功法。那我们的三圈练习实际上对应的就是要开我们的肩、腰、胯，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肩胛骨啊、腰系啊、还有我们所谓的髋骨、那个胯骨、这个髋骨啊，啊，应该是这个意思。不是的话，就得专门练呐。对吧，我们一般情况下肯定刚开始就不适应，他松不了，一遇到力他就肩就开始端，是吧，就开始往上抬，哎，他松不下来，这个很正常，一般人都是这样，这是我们后天的习气，所以我们要练习先天的状态放松。怎么放松？专门来松这个肩圈。你比如说你看，哎，这个大椎松之前他一定要紧，拉弓才能放箭，所以大椎一紧啊，你想着把周边的这个周边的所有的东西，比如说空气啊，全部收收收收，紧到大椎，压成一个点，然后这个点砰膨胀，哎，顺着两个肩蔓延，再蔓延到肘，蔓延到腕子，蔓延到手，然后哎，是吧，俩手一对，啪，你看形成一个环，或者说能通过大指一对，哎，形成一个环。这个时候呢，这就是所谓的肩圈，这就是所谓的肩圈。腰圈是一样的，腰眼的地方一紧，然后一松，哎，顺着肋叉子，哎，然后松出一个两个半圆，从两个半圆揉给它合抱成，哎，合抱成一个圆。胯也是一样，肩腰胯，肩腰胯，肩胯，不断这么练，你这个大椎就开了，腰也开了，尾闾也开，尾椎骨和腰椎骨之间的这个接头这个地方，也就我们所谓的腰系。也开了，这个时候呢，你一收就进，三个圈同时收，哈哈，三个圈同时开，哎，都可以啊。或者我收腰圈，开肩圈，开收肩圈，开腰圈，这不都可以吗？这不就是三个同时收叫什么呢？三个同时收，我们可以理解成坤卦；三个同时开，我们可以理解成乾卦。比如说肩往是往里收，哎，这个。胯也往里收，哎，但腰往外开，这就是什么呢？比如，是不是？哎，我腰往里收，我肩往外开，胯往外开，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离卦，哎，这个八卦不就出来了吗？所以三个爻，肩圈是一爻，腰圈是一爻，胯圈是一爻，对吧？哎，往里合，我们称之为阴爻；往外开，我们称之为阳爻。当然，翻过来也行，这都无所谓，反正是一个阴，一个阳。然后阴阳之间的转换，因为一往回收呢，它主这主静，所以一般我们认为是坤卦。往外开呢，主动，对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嘛，所以我们认为是乾卦。那所以我们一般理解成开之为阳，合之为阴，生之为阳，落之为阴。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三个爻就出来，三个爻出来呢，我们所谓的八门进法、八卦的内功也就出来了。什么前三连坤六干，坤六段离中控坎中埋正阳余艮复完，是吧？对上缺，巽下断，那这个八卦就在我们这个肩上。这由下往上，胯是第一爻，腰是第二爻，肩是第三爻，这就是八卦的摆法啊。所以说我们要比如出个坎，是吧？哎，这个腰一开，肩和胯一实，这不就是坎吗？啊，坎中满嘛，离中空，坎中满，所以这口诀也都用上了啊。这么练来练去，哎，各种变化练熟了之后，那么我们的所谓的肩胛骨和髋关节还有腰就不会有不适了，都练开了，练开了你就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了，反而很舒服。嗯，好嘞。那我们先进入到下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个海荣，然后问孙老师，请问是太极用法点线面有没有体之用？如何利用好中心和重心？
那个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你看我们这个无极啊，对吧，无极鸿蒙一气，天地未分。然后呢，中间有一点子灵芝，谓之虚灵，也谓之太极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点的灵芝啊，就知觉，有知觉。这个东西啊，它是不可能产生作用的，但是它能够产生作用，但是它不能去作用。它要去作用，肯定要什么？一有太极，事生两仪，一定要转化成能和所，或者叫主体和客体两个部分。啊，我们称之为阴阳，佛家称为能所，现在哲学称之为主体和客体。也就是说，我们要作用，一定要主体和客体。这就是一生二，太极一有太极，十生两仪。而主体和客体又得进行一个变化，变成主体的主，就所谓他说的那个本体，和本体的作用。然后呢，客体变成什么呢？客体的相和客体的运动，哎，这就变成了四相。然后这四个，然后再进行演化，变成了一有太极，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八卦相当，吉凶乃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万事万物的变化，你真要起作用，必然要落到四相八卦乃至六十四卦上去，它肯定要落在相上。你既然要产生作用，有所谓的作用，而本体的妙用的起用是什么？能用而不用，叫无为而无不为，是体之作用。也就是你说体它有没有作用？没有作用。它能不能作用？它能作用。它能作用，首先这个能作用的体要变成一个主和客，这就是能作用的第一步。然后这个主去驱动这个客，这个客乃至于被驱动，变成了这个四象，对吧？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一个主，一个客，哎，这个叫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是吧？我们要用哲学的方法说，就这四个，这四个在中国来说叫什么呢？哎，叫四象。有了这四象，你才能叫包罗万象吗？罗，你看是四维嘛，是吧？罗字上头是个四，底下是个维，只有这个罗到四维的时候，才能有万象，叫包罗万象。你各个相你才能产生，我们才能够什么呢？才能够有所谓的我们世间相上的作用啊，这种作用才会产生啊。所以我们说的点线面实际上是停留在这个维度上考虑的，也就是说什么？停留在相上来解释这个问题的。当然它的根源都是无极而太极之本体之妙用，必然的。但是本体如果离开了相，它起不了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本来就无用。我们所谓的作用其实就是产生现象和变化现象，是吧？你本体无相无不相啊，无所不包而无所不有而无所对立，那怎么产生作用呢？它没有作用啊，它是啥也不显现，是吧？唯一灵知而这个灵知还不知，叫知而不知谓之无极，能知能知而不知谓之太极，无知无不知谓之什么呢？谓之无极啊。所以说无极而太极，太极而生两仪，两仪而四象，四象而八卦，八卦相当，万法而生啊。其实跟我们佛家也好，跟道家也好，跟儒家也好讲的其实都差不多。佛家讲什么呢？佛家讲这个本心啊，生自正分，之细相，然后自正分起这个作用去任取，就是一个作用去任取别的作用为我，叫自正分。这个自正分呢，再去见分，去照相分，然后呢，再产生这个虚空法界。所以就是道生一，生二，生三，所谓的三细相、六粗相、十八界，其实也都差不多。啊，也都差不多，基本上都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物质世界的演化的过程啊，跟中国的说法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古圣先贤，哎，借一个喉咙说话啊，一个鼻孔出气，所以说表面上我们看名词
好像不太一样，实质上人同此性，性同此理，古圣先贤不管中外都是一体，所以呢他讲的东西无非名词可能不一样，实际上的内涵都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太极有没有体制用呢？没有。体能不能用呢？能。体怎么用呢？落实在点线面上。后面一个问题是如何利用好中心和重心。首先不要利用好，要把自己的中心和重心掌控好。哎，把自己的重心和重心，正如你我们小片里面说的什么，要合在一起，对吧？你手在两处总是不方便，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重心提起来，放在我们中心上，跟中心合成一个扣，我们称之为背弓扣。这个扣呢，由我们的意念，在到处游走，进行什么呢？避实积虚的运动，让对方不能对我的中心和重心进行有效的打击啊，就可以了。至于别人嘛，这是我的发点，是吧？如果我找到别人的中心或者重心，他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控制和防守，就用我的这个扣，我的中心和重心结合着这个扣，去像打台球似的去砸他那个重心或者中心，一定要分开打，分而治之。如果他合上，你不要砸，因为两个都差不多，就撞上了。他的中心和重心是分开的，然后你的中心和重心是合起来的，等我俩打他一个。像打台球是棒去砸他，一下子给砸出，这就是发劲的心法啊。好，我这边还有一个朋友有一个问题哈，他就问孙老师，您刚才讲到这个近缘上手，然后说是在外边找这个点，那这个近缘上手以后，这个怎么能够找到外边的点？慢慢练吧，这个东西一句话两句话不好说。首先我们在自己身上把这个重心和重心合上，合上之后你会发现重心和重心啊，听你这个意念的话，然后你的意念可以给挪通臂通足到手心，到再到这个手心，哎，再到我的腰，再到我的脚心，再到我这个脚心，然后在来回挪过程当中，开始慢慢从手心出手，哎，你有个感觉，然后再回来，然后再出手，再回来，对吧？这个感觉实际上跟什么感觉一样呢？之前我们在那个直播实验室里面讲的那个相同的感觉是一样，实际上就是我们真理，它跟着意走，你只要能够找到你的意，那么你的这个境缘就可以随着你的意走，所以说这个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今天我们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线上平台的太极拳的讲座到此结束，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观看孙老师给我们做心经的这种阐释，谢谢。好，再见。再见。